中医十二经络养生操，是在借鉴我国古老运动八段锦、太极拳等动作之上，又结合于氏中医的经络学、气功学、穴位学等学科，经过数年的反复演练，形成的一套动作完美、编排科学、具有养生保健、健体长寿之功效的养生奇功。预备式：双足分开平行站，横距要与肩同宽，双手下垂要自然，中指轻揉风市穴，凝神调心垂双目，静默呼吸手丹田，二十四节自然数，胆经开通肝气舒，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，功效：通三焦经、心包经，促进全身气血循环，改善各种慢性病症状。双手交叉小腹前，握数八下掌朝天，展背伸颈一托天，双手拨云背伸展，缓缓捧在小腹前，屈背向上抱三尊，翻掌向下手丹田，凝神调息经脉畅。第二式左右弯弓是射雕，功效：通冲带二脉，同时治疗腰、腿、手、背、眼、头部等疾病，久坐能达到耳聪目明、手脚灵活之功效。抬掌交叉左胸前，左推右拉是射箭，左虚右实指朝天，木钉食指气定弦，收掌交叉右胸前，右推左拉是射箭，右虚左实指朝天，木钉食指气定弦，
回背收势掌朝天，背展腿直是关键。第三式，调理脾胃单背举，功效使脾胃两经阴阳相合，增强人体正气，主治各种脾胃不和之症。双手重叠掌朝天，右上左下背捧圆，右掌悬背托天去，左掌翻转至臂关，右下左上掌朝天，左上右下背捧圆，左掌悬背托天去，右掌翻转至臂关，左下右上掌朝天，吐气向下手丹田。第四式，五劳七伤往后瞧，功效疏通肝经胆经，治疗因劳损引起的腰椎颈椎疾病。双手平抬悬机前，翻掌朝下气定闲，颈腰左转向后看，缓缓回转面朝前，吐气落掌回丹田，双手平抬悬机前，翻掌朝下气定闲，颈腰右转向后看，缓缓回转面朝前，吐气落掌回丹田。第五式，乾坤在手心静正，功效通心经小肠经，治疗心神不安、失眠、忧郁、烦躁等症状。双腿微曲手丹田，左上右下抱胸前，头向左转胯向右，头向右转胯向左，双手互换乾坤转，阴
阳平衡人自远。第六式，双手攀竹固肾腰，功效通肾经、膀胱经，减筋骨，固肾腰，治疗腰酸背困、手脚麻木、腰膝酸软等症状。两脚横开，一步宽，双手平按小腹前，平分双手至命门，手攀经络，腰下弯，双手攀到竹根间，双背伸展向上旋，腰随背走勿用力，双手滑圆回丹田。是麻姑献寿气力针，功效疏通肺经、大肠经，治疗气血两虚、头晕目眩、脚步不稳，增强背力、腰力、腿力、眼。脚与肩宽，面向前，抬掌向上捧胸前，腰腿左转背伸展，前弓后蹬，瘦在前，收掌转身面向前，腰腿右转背伸展，前弓后蹬，瘦在前，收掌转身面向前，落掌吐气回丹田。第八式，背后七颠百病消，功效驱邪扶正，接通任督二脉，贯通气血，消除百病。双腿并立分竹间，抬背起身竹根悬，落竹呼气一周天，气随背走上百会，一呼一吸一周旋，如此反复共七遍，气血通畅，身强健。起，落。
诺西气，呼气，放松全身，轻便脚，百病驱除，瘦